即係其實而家其實喺香港好多學術界咧，即係或者評論睇咧，即係其實大部分都係即係親温和民主派嗰一邊就即係比較多嘅。咁其實即係點解你會有呢一個即係好似比較與別不同咁樣嘅？其實點解？與別不同係咪真係好與別不同呢？我又唔係好清楚，因為我諗我嘅睇法其實都引發咗咁多共鳴咧。咁其實都唔少人都有咁嘅睇法。不過我諗我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唔喺香港揾食啦，即係我唔係話即係一啲温和嘅觀點，就係佢哋為咗揾食，所以有個温和嘅觀點。咁好多温和嘅民主派嘅學者等等都係我嘅好朋友嚟嘅。咁我都。對佢哋嘅誠信咧十分之有信心，而且我識咗好耐，我都知道佢哋個觀點唔係話突然間今日變得好温和，以前好激進，即係佢一路都係咁樣嘅諗法，佢真係好忠於自己嘅諗法。咁所以我之所以喺即係唔喺香港揾食嘅，可以就係講到呢啲咁嘅嘢嘅原因咧，我就係覺得即係香港嘅問題咧並唔係話啲温和民主派啊，或者佢哋學者太温和，而係話只有有一邊嘅聲音或者係。能夠另一個角度講嘅，就係話一啲可能有另外一啲嘅聲音，但係喺香港學院工作嘅人咧，可能有一啲嘅顧忌，唔敢或者係冇咁積極咁去講出佢嘅唔同嘅觀點。所以我覺得個問題並唔話即係有一啲温和睇法，其實係好好嘅。因為你如果淨係有激進嘅睇法，個個都好激進嘅話咧，就即係你冇咗個 check and balance 咧，就可能會變做好極端，好似49年之前，即係中共仲有好多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佢仲要去進行鬥爭嘅時候，佢阻都唔會阻得太離譜。咁係有一個比較符合大多數人利益嘅一個路線。但係到佢嘅 check and balance 冇咗，佢嗰啲民主人士都搞死埋之後，咁即係冇曬 check and balance， 佢就淨係一個激進嘅毛澤東，十分激進毛澤東同江青咁就一味激進，咁就好大鑊。咁所以即係温和嘅民主派或者温和民主派嘅觀點。嘅學者咧，其實係有好重要嘅角色去扮演。香港依家嗰個，我睇到嗰個輿論啊，或者係學院好多人嘅觀點上，如果係有你話係有咩問題，我個問題就係話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一啲唔同嘅話，可能俾人會覺得係比較激進嘅觀點咧，就比較少去出現。我唔係話個個都係咁温和，而係我一定相信咧，嘅學院裏面有啲人咧係有唔同嘅睇法，或者比較支持社民或者公民黨，或者公民黨都有好多學者啦，都佢已經都係香港學院嘅人，但係人數上係比較少。我可以完全去理解得到，因為我喺美國教書之前都喺香港教過書，即係香港嘅學院咧，仲有一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嘅氣氛。咁但係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就係之後會點咧？咁 所以你一開始諗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嘅諗法，甚至乎一啲嘅恐懼，就係你如果有個比較激進嘅觀點，佢依家就冇乜所謂。咁但係如果將來可能23條立法，或者係甚至23條立法個政治環境變咗嘅時候，佢會唔會攞翻啲嘢出嚟講咧？你嘅老細好開明，保住你，咁但係你又會可以懷疑，咁老細嘅老細係點咧？老細嘅老細嘅老細係點咧？大學校長點咧？嗰啲即係你好多嘢諗嘅時候咧，你唔係話好簡單咁話，我諗諗，然之後我收聲算，都唔係咁嘅過程。可能就係你諗得多嘅話咧，你又可能會無言即係好潛移默化咁樣，就慢慢少咗個積極性去講一啲比較容易俾人 label 係激進嘅一啲觀點。咁所以我成日都同人講，我唔係話特別，我啲觀點特別獨到或者係特別與別不同，即係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樣嘅觀點。咁大嘅問題係，如果就算我都唔敢講，如果我今日我係喺香港度揾食咧，我會唔會講我會寫我依家寫嘅嘢咧？我唔係話一定唔會，我就係話我都要即係喺個處境度先知。咁但係我對自己都可能有一個咁嘅問號。咁所以係咪我與別不同？我覺得唔係咁，即係我諗我係比較特別嘅就係。即係我唔喺香港揾食，但係好關心香港嘅事情，都係好想去就喺個容許嘅空間，仲有嘅空間，等下可以講到一啲，講到一啲嘢。即係其實全部大家可能各位嘅即係讀者或者朋友都要體諒下嗰啲喺香港揾食嘅。唔係香港揾食，唔係體諒下，即係我哋唔應該成日去怪責一啲温和觀點嘅人。佢哋真係相信佢哋嘅睇法，佢哋係。
有權亦都係應該去講出呢啲温和觀點。個問題就係喺香港嘅環境底下，係的確係如果你係比較激進嘅觀點咧，你係會有多啲嘅顧忌。咁當然咧，即係仲有啲喺香港好多比較唔好話激進啦，即係其實激進呢個字有好多不必要嘅。嘅聯想，即係個同主流嘅睇法比較唔係好同，主張係比較運動用群眾嘅方式去改變事物嘅地方。我諗佢哋都有好多人都有死問㗎，即係安圖啊、余蔭聰啊佢哋啊周寶松啊咁樣，咁都有咁，但係問題即係數量又少，咁都我就係從呢個咁嘅角度去考慮嘅，即係我理解咧點解會比較相對嚟比較少嘅人。相對於溫和嗰邊，係去講出呢啲咁方法。咁所以，我覺得我有一個特別嘅特別嘅位置咯，可以話都係就係去講得盡啲都其實唔係好盡咧，其實我都好溫和啊。我有我有幾激進咧？我話唔係好激進，即係好十分之溫和啊。即係係咪即係相對於你其他嗰啲，譬如話即係社會學啲同事，即係啲可能支持啲左更加左嘅啲係嘛？即係。咁我唔知佢哋講啲咩人啦，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就係支持公投，我支持辭職再選，咁有乜有幾激進咧？即係我真係唔覺得激進，我甚至乎我唔覺得公民黨、社民聯有幾激進咧。佢呢啲政黨，你喺歐美已發展嘅一啲民主國家，佢哋甚至乎係中間偏右，即係比較保守嘅政黨嚟嘅。即係你睇下，即係。WTO 啊 G20 啊開會嗰啲喐下就即係大動當乾哥大都係覺得即係家常便飯，咁即係香港嘅政治文化好唔同嘅，個左右或者激進同激進同溫和嘅標準又特別好唔同。